是又到了我们的开箱环节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少状态，拍完了前面的一些戏，中间有很长的时间，所以要等待，正好这个时候就可以来我们的开箱。好，我们来拆第一个，它是个礼盒装啊。这是什么？按的这个手指印吗？这个是一个精华，一个精华，两个精华，三个精华，它有什么区别？因为它这上面写的产品名都是一样的。拆开我看一下，精华水，他家精华水我用过一个，上次给我寄的，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用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这几个有什么区别，我可以到时候用了以后告诉大家。二个，哎，哦。这个上次他有快递给我一份过，然后我觉得用的还不错，非常保湿，因为我感觉我现在天天化妆，然后皮肤很敏感，我觉得需要补水一下，在冬天用非常好。第三个，当当当当，都打一个，我香水，我是一个香水迷，我家有非常多的香水，所以我对每一个香气非常执着，我看看这个香味能不能吸引到我。上次那个 YSL 的香水我非常喜欢，非常一无二的香水，它这个很美，它就是这样子，这是海马，这是果香吗？海洋香味，这味道还可以，嗯，是那种日常出门可以喷小心机香水，就是让那个大家就感觉淡淡的有一层味道，不是非常重的那种，这还不错。好，下一个，哇，这么多东西哟、哦！对对对对对，我给大家独身介绍一下这个，这个他们家之前也送过我防晒，男胖子，然后这个粉呢，应该是粉胖子叫隔离，它是那个非常经典的一款，然后防晒指数非常的好。然后我现在化妆之前都会用这个涂隔离，然后对他家的这个粉底，我到现在一直在用，大家可以去用一下，就是非常的补水，就是巨补水。我用了好久了吧，我是干皮，就是很干，所以需要很润的东西。我的化妆师我都会让他备一个这个，还有就是洁面膏，但是是男士的，一个水。一个眼霜，因为我平时可能拍戏的时候要化妆嘛，用完妆以后眼睛会非常的干，非常的敏感，我觉得需要用眼霜。好，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，和周冠宇的一个联名的，我先把这个拆出来。哎，这个才是正面，看的啊。它是后面，是可以，你看，后面还有冠宇的名字。OK， 这个反光。OK， 很 nice。今天的开箱就到此结束了，拜拜。小红书。